现在继续开会处理临时提案，每位委员发言时间一分钟。我们先请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下来请李彦秀委员，李彦秀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吴志扬委员，吴志扬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孔文吉委员，主席、各委员，本院委员孔文吉等十八人，建议内政部殡葬设施示范计划第三期将于今年终止。该计划性质补助之一是牵涉到原乡办理既有公墓更新。目前全国原乡公墓总计393处，已满葬或近满葬者共263处，约占原乡公墓约70%。然而，内政部殡葬设施三年计划102年到105年执行时，未考量地方预算不足，使得原乡目前公墓饱和问题仍然未获实质解决。建请内政部民政司更细编列预算，报请行政院，以疏解目前原乡公墓用地不足的问题。是否有当？敬请公解。本院委员孔文吉等十八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无异议，通过。接下来请曾明忠委员。主席、各位委员，本案委员曾明忠等十二人建议，我国经济面临转型问题，未来应积极推动数位化，并促进新创产业。以国外为例，近年爱沙尼亚积极推动数位化及新创产业发展，其卓越表现明显带动国家整体发展。如1996年到2015年，经济平均成长率高达4.3%，平均年薪从8900成长到22000，涨幅高达142%，已成功跃升为科技强国，值得我国学习。因此，本席建议行政院组成专案小组，并研提具体发展方案，积极推动数位化，并促进新创产业的发展，其能带动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曾明忠等十二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无异议，通过。接下来请江启臣委员。主席、各位同仁，还有各位媒体朋友，本院委员江启臣等十一人，有鉴于高铁运输服务已经成为国人日常通勤跟假日返乡的重要交通选择，然而高铁针对突发事件的处理作业程序一直不甚理想，导致乘客的权益受损。进一步来说，当发生状况的时候，虽然高铁开设紧急应变中心来处理乘客的接驳事宜，但是列车车站官方网站上面即时资讯揭露 不清楚，站内的乘车动线也规划不完善，导致乘客的混乱。尤其是当突发事件发生在假日返乡乘客的高峰时段时，混乱情况更是严重。原此要求行政院研拟改善高铁突发事件处理的标准作业程序的有效措施，以保障乘客的权益，提高服务品质与乘客的满意度。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江启臣等十一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无异议，通过。接下来请蒋乃馨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员蒋乃馨、王惠美等十六人，鉴于国卫院推估到2022年，内科、外科、妇科、儿科、急诊科五大科医生人力将短少7000人，而根据卫福部的规定，住院医师每周工作的时间最高88小时，但劳工每两周工作时间只有80小时，所以医生的单周工时是劳工的两倍。另外，医师处的资料显示，我国医师每年遭受起诉的比例是美国的400倍，医疗诉讼
85%集中在5大科，而近6年急诊室暴力事件高达800多件，所以以上3项统计导致医院出现严重5大皆空的窘境。为维护民众就医的品质，保障医师的权益，本席等要求行政院尽速研议解决的方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蒋乃馨等16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处，请院会有异议，无异议通过。接下来请王玉明委员。主席、各位立院同仁，本院委员王玉明、李彦秀等12人，鉴于教育部与卫生福利部药物滥用案件暨检验统计资料显示，儿少滥用管制药物的问题已向下蔓延至国小阶段，且轻忽烟酒等成瘾入门物质，儿少因不了解管制药品成瘾性对身体的伤害性，以致问题日益严重，强害儿少身心健康。原建请教育部会同卫生福利部建立多元的反毒教育及强化戒瘾治疗之机制，警政署及经济部应针对娱乐场所提升查缉能量，并拟定约束业者自律之具体计划，从源头杜绝毒品，保障儿少身心健康，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王玉明等12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处，请院会有异议，无异议通过。接下来请张立善委员。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本院委员张立善、蒋乃馨、陈学圣等16人临时提案，有鉴于我国 老年人口将在民国107年超过14%，正式迈进高龄社会，114年将急速增加到20%，成为超高龄社会，老化速度之快，大幅超过其他国家。值得注意的是，由高龄化社会进入超高龄社会，台湾历时约25年，与日本相当。但细究我国与日本、美、英、法等国在高龄社会生活环境上的关注，却远远落后。例如，日本电梯内摆放椅子，供体力不支或容易晕眩者短暂支撑，避免跌倒。北欧等国的高龄友善环境设施更不胜枚举。反观我国，虽荣获2016年最适宜居住的宝座，但高龄者之友善环境设施却亟待加强。原建请行政院应尽速邀集相关单位，因应我国迈入超高龄社会之高龄友善环境，研议。本院委员张立善等13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无异议通过。接下来请简东明委员，简东明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下来请卢秀燕委员。主席、各位委员，本席等11位委员有鉴于食药署于105年7月8号宣布重新开放加拿大的牛肉进口，为加拿大在104年2月才爆发狂牛症，而该病情潜伏期长达7年，食药署任意重新开放进口，更应该加强检验造成狂牛症的普利昂蛋白，并公布于众，以维护民众的安全。本席特提案建请政府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卢秀燕等11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延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无异议通过。接下来请严宽恒，严宽恒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下来请赖世宝委员。主席、各位先进朋友，赖世宝等15人临时提案，因为根据国外的云端服务供应商所列的2016年第一季的调查资料显示，我国平均的网速14.8 Mbps， 名列全球第21名。这样的网速虽然比全球的平均网速6.3来高出很多，但是在亚洲地区远落后于韩国、日本、香港等国。随着互联网 Plus 时代的来临，网络建设对我国非常的重要，因此原提案
建请行政院相关单位在三个月内针对提升我国平均联网的速度研拟出具体的推动政策，是否当进行公决。本院委员赖世葆等十五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无异议，通过。接下来请李立芬委员。主席、各位委员，本院委员李立芬等二十二人，鉴于《儿童权利公约施行法》第六条规定，行政院于103年设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推动小组，执掌推动儿童及少年福利保障政策。而各地方政府为协调研究审议咨询及推动儿童及少年福利政策，依《儿童及少年福利与保障权益保障法》第十条规定，设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促进委员会，并因应100年儿少法修法议旨，多以逐步订定相关儿少代表遴选要点。目前多数县市于召开儿权会时，已邀请儿少代表为列席人员，然中央之儿权推动小组至今尚未有儿少代表。原此建请行政院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推动小组应邀请至少2名儿少代表参与儿少福利与权益事务之讨论，是否有当请公决。本院委员李立芬等22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无异议，通过。接下来请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下来请蔡益瑜委员，蔡益瑜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下来请萧美琴委员。本席等11人临时提案，鉴于台湾于夏秋季节时期多台风，容易造成停电、道路崩塌、中断等情形时，铁路、公路、公用气体、油料管线、输电线路等公共设施防救人员仍必须冒着危险进行防救工作，替社会大众服务。为此，建请主管机关严拟于公告台风假日期间出勤津贴之规定，是否有当，请公决。本院委员萧美琴等11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无异议，通过。接下来请李坤哲委员。本院委员李坤哲、陈爱素美等12人，鉴于语言是一个族群发展与维系认同的关键，客语复兴运动推展已经已有30年。目前听讲客语能力较佳者，仍为高龄者为佳。教育部及客家委员会应研议如何让家中长辈成为推动客语为客家式语言的推手，搭配学校本土语言课程的教学，让客语真正落实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成为活的语言，并鼓励现职教师参加客语认证，并规划后续进修课程，提升客语课程的开课能量与品质，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李坤哲等12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无异议，通过。接下来请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下来请陈颖委员。本院委员陈莹、刘世芳等13人临时提案，鉴于地磅站是维持交通安全与秩序的重要管制设施之一，为落实违规超重之稽查，高工局忽略现行地磅站不足问题，反而拟以价质量提高罚则，并新增大客车驶入地磅站之规定，为大客车算是原住民的大宗职业，除有急救章之嫌，也有针对性敌意之意。原此，本席提案要求交通部需于1个月内
就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规则提出增设地磅站之修正草案是否有当，请公决案。本院委员陈莹等十三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处，请院会有异议，无异议通过。接下来请高路仪用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员高路仪用等十一人，有鉴于台东县兰屿地区多所学校教师调动频繁，甚至面临开学前招聘不到师资的情况，为保障学生受教权，应提高其教师之地域加级，增加教师前赴兰屿做教之意愿，依公务人员加级给予办法之各机关学校公务员工地域加级表规定，兰屿属离岛区第二级，同属离岛的金门却为第三级。然而兰屿与台湾本岛间交通航班较少，平均每户可支配所得亦低于金门，其公务人员加级却少于金门，显不合理。原此建请行政院修正各机关学校公教员工地加地域加级表，提高兰屿地区教师地域加级，促进任职诱因，保障学生完整受教权，是否有当，进行公决。本院委员高路仪用等十一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处，请院会有异议，无异议通过。接下来，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由高路仪用委员代表发言。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有鉴于原住民族高教人才过度集中部分学门，其中21%集中在民生学门，17.2%集中在医药学门，又以护理系最多，占3.2%，明显欠缺工程和科学人才。为保障原住民族受教权，维护多元文化，应善用原住民族文化与山林资源密切之特质，调整现行教育系统与升学规划，评估未来所需人才予以鼓励及培养。原提案要求政府召集产官学研专家学者，全面检讨原住民族人才培育政策，评估社会趋势与原住民族所需人才，积极改善原住民族高等教育，以培养工程和科学相关人才，符合原住民族文化与社会趋势，落实教育保障。以上提案是否有当，进行公决。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处，请院会有异议，无异议通过。报告院会，临时提案均已处理完毕，现在散会。